而上游则是一众商家。一会儿啊，我把这侧打了，然后我们可以镜头拉近一点，然后看两侧对比。好像确实感觉不到痛感，表情都还是比较安详的。可能是麻药敷的时间比较久，再一个是张院的技术比较好。提一个小问题哈，像这种注射的技术跟原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下游消费者自认为掌握着变美的大权，但他们的消费需求往往又受到上游厂家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这其中的奥秘有时无关医学。其实现在很多公司它推出的一些注射方案，在我看来都有些过度的捆绑商业化，并不是说这个人的衰老都发生在韧带骨膜上就所以必须要打动身，而是如果你不打动身，你打不下那么多的量。我曾经呢跟业内一个注射的医生哈，我说6至8支玻尿酸怎么打？他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词儿啊，东北人啊，我也是东北人，就是很形象，你就往里揣嘛。从梳妆台的瓶瓶罐罐，到诊所里的白床单，受到邀请的他们，既是潮流的逐浪者，又是造浪者。我之前就是按照你们的说法给客户回的，说可以指定机构，所以他们现在都觉得如果不能指定的话就是被骗了的感觉。31岁的小姨来自网红之都长沙，她是从3年前开始动刀的，犹豫再三她接受了拍摄。刚才我男朋友妈妈讲了一段话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她讲每个人都想要变得更好，就是明星都会去精雕细琢一下，普通人为什么不能够去有这种追求，所以这个方面他们家里人是可以接受的，那我也可以接受。如果你们要拍上注射啊，那种打热玛吉啊，你等会要拍我的脸也可以拍，帮我拍好看一点就行了。摄像机没有美颜功能，小姨看了回放很不满意。刚才看你拍的那个我真的是晕倒，太丑了，天哪，这个放出去以后我也不要活了。这纪录片跟其他的可能还不太一样，嗯，就是还原那个现场的一些情况。相比3年前大动干戈的硬装，眼下的小姨更偏爱不动刀子的软装，比如通过射频紧致皮肤的热玛吉。现在是打了多少发了？你现在打了101发。类似热玛吉这样的非手术类项目在市场上被归类为轻医美，近年来备受追捧。能听到那个油榨油的声音吗？比如人造卧蚕。当时就问他们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讲我很像一个悲伤蛙，两个大眼袋挂在那里，我比你的眼睛还大的两个大卧蚕。不是把大的眼睛，不是把卧蚕这个给打的。明天冯笑继续给我扎呀。再比如，丰唇。多舔一点，帮我舔成卡掉下来。没有，你上次给我舔的太少了，就。那也不好看。又或者，精灵耳。哦，我。啊。就最后那个地方那一下有点疼啊！可以自己看。这个真的，就是真的是小项目大收益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做过所有项目里面最以小博大的一个项目啊。啊，对，我今天看到你了，啊，你是好小啊，刚打了耳朵，可能显得更小一点。网络世界里 ，KOL 是关键意见领袖的缩写。现实生活中，小姨也难改 KOL 本色。一方面，外科
医生是修补你身体的创伤，但是整形医生他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修补人内心的创伤。随着文明越来越发展，我们已经不再去困扰生存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在精神上有更大的需求。你不能讲我精神上的需求就是一种畸形的需求，可能就觉得我们整容就是讨好男性，但是我整容是为了我自己啊。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点，我花钱给我整容，我跟他分手了，我也是这个既得利益的享有者，我又不是花钱给我男朋友整容。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爱钱，但是没有人不爱美，对吧？这个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天性使然，刻在我们基因里面的东西。整容也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一样，它只是我一个加分项。你很难想象，十年前的小姨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职员。一开始是在杂志社上班，哇，那个钱真的太少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想想看，我们那种底层的杂志社的那种。就那种青春杂志社的小编辑做图书的能有几个钱，到手都没有3000，每个月2000多块钱，我吃个屁啊我。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公司楼下有一家千纸，我每一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站在门口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都会站在那个门口一直看着那里面，我看着里面的人在拿蛋糕，我那时候就会想吧，我那时候看到里面的就是男男女女在拿那个蛋糕的时候，我就不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，我能很没有顾忌的很从容的走进那个蛋糕店拿我喜欢吃的蛋糕。美丽就像橱窗里的蛋糕，小姨羡慕有的人生来就有，后来他长大了赚钱了，想吃这块蛋糕的愿望就更迫切了。我就开始做衣服创业，我是对于营销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，对于市场会比别人更敏锐一点。其实你已经通过努力改变了人生了，为什么还要整呢？没有人希望自己爱上别人爱上自己的钱，没有任何人希望一个人爱自己是因为钱。哪怕我的美是假的。颧骨下颌角宽大外翻，眶骨鼻基底一马平川，在相同面积的情况下，小不管会比大不管更显得脸大。分出来这张脸，我已经花了30万了。虽然我没有动过大项目，但是该动的一些医美啊、皮肤类项目，你一个都没落下。如果说你打肉毒啊，它是解决你的肌肉的问题的话呢，那普通呢就是解决你的脂肪问题和你的下垂问题。而且我的眼球也没有那么的凸了，因为这边已经比较立体了。然后呢，那是把这个旁边帮我做了一点点轮廓的提升。景观社会，颜值经济当道，催生了庞大的医疗美容市场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中国医美市场规模达2274亿元，医美用户人数超过1800万人。在这列高速行驶的商业列车上，很多曾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乘客，都在两股看不见的力量拉扯下，身不由己的左右摇摆着。